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hili， 今日会为大家介绍就系面前呢一款 Fuchi， 咁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一款 shopping bag 啦。咁佢除咗佢个外形咧非常之大之外咧，咁其实咧佢都可以放到手提电脑 notebook 啊，或者系 iPad 嘅。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，放多少少都冇问题，因为佢个 size 咧同 LV 嘅 Liverpool 差唔多，系啦。但系个皮质咧就有少少唔同啦。咁佢而家咧呢一个咧系做咗个经典嘅牛皮嘅颜色啦，拼接呢、这个。Fuchi 嘅牛仔布质，咁大家睇到佢个质地咧非常之软熟嘅，所以咧夏天咧出街嘅时候咧，亦都会感觉系比较夏日气息啦，同埋比较舒适嘅，冇话孭个全皮袋咁硬身挺直啦。咁虽然佢唔系一个全皮嘅手袋啦，但系佢啲角位咧亦都系做咗个全皮，肩带位置同埋边边位置做咗个全皮，令到佢成个手袋都会系比较挺直硬身，就冇咁容易变形啦，同埋比较耐用少少嘅，系啦。咁首先介绍佢个外形啦。咁佢除咗个角位做咗个牛皮之后咧，佢个底部咧亦都系个牛皮嚟嘅。咁成个底部系个牛皮，有个好处就系令到你咧，就算咩重嘢又或者系咧，放低嘅时候咧，冇咁容易系磨花佢啲牛仔布啦，同埋俾啲角位咧就比较耐磨啲，系啦，成个袋咧就可以襟用好多。咁而佢除咗佢成个都系一个经典嘅 GG logo 之外咧，佢亦都做咗个金嘅 GG logo， 就比较明显啲，凸显品牌嘅特色。咁而佢呢个亦都系做咗个牛皮嘅拼接手柄，咁就算重嘢嘅时候咧都唔会攰嘅，皮质非常之挺硬嘅。咁而佢呢个咧系做咗个磁石扣嘅，非常之方便开合嘅。咁而佢入面个内里啦，亦都系做咗个棉麻质嘅内里啦，同埋佢入面有个拉链嘅暗格，咁啊适合放翻啲私人物品啦，同埋佢个空间都比较大啊。如果相对你咧放多少少咧，例如话手机啊或者系八达通方便攞嘅嘢都 OK 嘅。咁除咗佢呢个拉链贴袋啦，佢仲有一个系贴袋。方便可能放翻紙巾啊、八達通散銀鎖匙等等方便嘅嘢。咁佢 size 容量比較大啦。如果大家想有啲分隔嘅話咧，可以買啲內袋或者係啲小包咁樣一個個咁樣分好就方便攞咯。因為我自己咧都比較中意用大袋嘅。如果夏天出街咧，可能會想放一個水樽啦，或者係啲薄嘅 scarf 咯。咁而呢個容量咧就非常之適合夏天使用啊，放得多嘢都好嘅。咁我而家試下一次上身俾大家睇睇，因為呢個咧 size 咧非常之適合裝得多嘢嘅客人啦，例如話或者可能湊小朋友啊，又或者係自己夏天去沙灘嘅時候咧，都非常之適合嘅。肩帶位置咧，其實咧亦都係啱啱好咧上到薄嘅。咁如果大家攞得重嘢多嘅時候咧，可以放低。做一个手环，颜色非常之容易配搭啊！多谢大家今日收睇呢条短片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个手袋，可以嚟翻尖沙咀名人站门市揾我购买，亦都可以下载 APP 购买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条短片，记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！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